高雄市的治安绝对不是像外界所想形容的，发生了一些斗殴事件，发生了一些暴力事件，好像治安就要崩坏，绝无此事。那高雄市最近因为媒体的关注，以及海内外朋友对高雄特别的厚爱，所以很多案件事实上是有越狱的效果。同样一个刑案在高雄发生，跟在其他县市的发生，被关注、被报道，甚至被扭曲的情况大不同。可能有社区打击警察的士气。谢谢啊。这个要上楼的，这个要上楼的，局长换一次。